我靠，怎么走？等。哇！这边是九世纳威尔森，阿坚呢要带大家来一日宜兰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吧 ，Go！已经出发到宜兰了，那我们要先去冲浪。首先，这边是我们常去的兰阳冲浪，然后我们先去。进来之前要先买票，然后那边都是卖一些手作小物吧，那边。好，现在进去了。这边呢，我还是建议各位不要穿拖鞋，你看地板到处都是屎，都是大便。你先摸他的背，轻轻摸。没有，我真的。
然后右后上。Hello， 他不来哎、欸，地板草都比你手上的草好吃。欸、不吃我的草、欸，他跑去吃路边摊哎，太扯了吧？那你把它拿近一点。路边摊这么好吃吗？那你们吃土也不吃我的草啊？哇，那一只鹿要屌我、欸，边缘人也不用这么边缘吧？边缘到连鹿都不屌我，太夸张了。来了来了。我发现他们比较爱吃红萝卜，哎，哎呦，我没了，我没了，哎呦，那他都吃不饱哎，他都边吃边拉哎。哎呦，应该这边有。哎呦！一定要买啊、哦！这是宜兰非常有名的益顺轩，对，不买你真的会后悔，真的非常好吃，我每次来都一定必买。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各位。